成为跑跑市场的 king 吗？怎么可能？那就玩开心了。游戏玩开心了，心情会好很多。哇，七点的空甩。燃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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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燃气。有这么难的对？车失控了，车失控了。哎、欸、啊，第三圈了，浪费气，又是二三四，哇，对哦，早知道多等一下。有，再装一下。吸的尾流走外侧。我们俩可以烧。帮我打一下助攻，直接被怒超。哦，差点把夹死，我、哦、放掉了，去慢一点。鱼啊，直播咖啡让我撞到，算蛮会玩。花不得啊！卡一下，这家伙吸我尾流，超我车。哈哈，不客气。啊啊啊！完蛋。
蓝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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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气。那暴气，我们转到大力。嘿，左顶一个，右顶一个，两个都撞住。这我队友没到。哇，怎么这样？哇，太早了。在等，吓到！有蓝呐！啊！就是，这会影响到最后的名次排名吗？看来不会。有了。不过一万可以抽七加双甩嘛，可以啊，只是角度要抓一下。都随不到什么身法的图了，身法雪山矿山一场都没有，为啥？我靠，我要把他救起来。他还要卡，不往前追还在卡。哦，转眼就第一喽！哇，又撞到。对，给蓝，给蓝。哇！车驾照加油！确实是要加油，不然那个没有油没办法考。有了，会赢吗？这场？
出事！哇，连胎！哈哈哈，没有粘，没有把它粘上墙。 小姐姐跟干爹爹也是双排的吧？快快被抓到了，靠腰！